这个盘进出来了，那么和的感觉是什么呢？和的感觉是紧凑和完整，哎，周身一体，一家很完整，不是零散的零件摆放，哎，不是这一个胳膊那条腿，哎，不是一种摆放，而是周身各个地方都有一个统领和，哎，都有一个统领，比如缠丝进的统领。 哎，和，以丹田为核心，节节贯穿，贯穿成一个整体。哎，我们要的是一种完整，哎，合整，整合，哎，张开，合住之后可以开收，可以加大这种运动的幅度，哎，整体，哎，整劲儿，哎，合为聚，没错，没错。 其实开的时候也需要这个聚呀、啊，开不能开散呀、啊，还是一个整体。所以说是首先是把它合好了，在这合好的基础上，我们是加力量还是减力量？我减力量也得合为一体，加力量也得合为一体，不能加力量的时候变散了，这不行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合呢是应该是一个基本的身法体现，哎，身法体现。 啊，开中有合，合中有开，没错，很好啊，非常好，哎，好红梅，这个刚才那个问题是什么呀？我忘记刚才那个问题了。何志立，刚才那个问题是什么呀？何志立，你把你的问题再打一遍，再出来。陈家沟安你，好，欢迎。 何志立，请再打出你的问题上来。清两碧，游子王子，爱太极流云，你们好。何志立，你跑哪去了？打你的问题呀、啊！禅丝的统领微雨，没错。哎，有气者无力，无气者存刚。这个让我理解起来稍微有点吃力了。 无气者存刚，哦，有气者，哪位高手能解释解释？有气者无力，有气者无力。这个力到底是将力？他讲的是将力哦。从我的理解上来讲啊，如果我们的力量里边，哎，我们的力道里面有气的存在的话。 哎，有气的存在，有气者无哦，那么我们这个就叫劲，就叫劲，而不叫力了，就不是力了，哎，力了，因为力呢容易是僵力，是不是？哎，僵力，所以说我们这个力量里面如果有气的存在，哎，这就是劲儿，而不叫力了，哎，就笨力气吧，哎，我们都是他力气可大了，他的笨力气可大。 哎，但是我们通过意念的运，哎，运动以逸导气，哎，这个力量里面有了气之后，它就变成一种活劲儿了，非常活的劲，哎，就不是原来那种死力，所以可能叫有气者无力，哎，就没有那种死劲儿了，就变成活劲儿了，活劲就不是死力气了。问题又没了，第二句是什么呀？我只能这样来理解啊，无力者啊。 无什么无气者存刚是不是？无力者不对吧？何志立再打一边哦，无气者存刚，无气者存刚，存刚你刚到底是这个刚劲到底是将劲吗？我想想，无气如果它这个没有意气存在的话是哦，存刚一折一断，所以这个刚呀可能是个不是个。 不是个好的形容词，哎，可能是一种僵劲儿，哎，它还是讲的那种活劲儿。如果你的力道里面，哎，有气，那么它就是一种活力，哎，但是没气呢，那就是存刚，可能就是讲的是那个僵，哎，可能是这样。有时候这个对比关系啊，用的词语，你比如刚，刚其实是好劲儿啊，但是僵是坏劲儿，僵是不好的劲儿。 哎，所以有时候刚和僵分不清楚了。
这个刚呢在这很可能指的是僵劲儿。为什么这样子讲呢？我告诉大家，你比如陈新老先生说的一阴九阳跟头棍，一阴九阳跟头棍，阴和阳都是好的。如果说一僵，哎，不是一僵啊，哎，一柔九僵跟头棍，这就对了，对不对？因为它的松啊，它这个松不开，哎，只松了一点点，那么剩下的九分都是僵劲儿，所以很容易受制于对手，被对方打倒，甚至自己把自己干倒，哎，自己扑了一下扑空了，哎，一拳抡过去没打中目标，把自己带倒了。叫一阴九僵跟头棍，哎，一柔九僵跟，所以你在陈新他的书上写的叫一阴九阳跟头棍，阳刚嘛，所以他那个阳字呢就代表了一种刚劲儿，哎，其实说的是僵劲儿，哎，是僵劲，是没有松好，哎，这个理解起来比较费劲，因为。只把这一句拿出来的时候，要没有前面这个文章的铺垫和后面这种，补充，只看这两句，有时候我们真的猜不准，他在表述一个什么样的意思。所以如果说的不清楚，说的稀里糊涂，说的不明白，请大家谅解，实在是理解起来有困难，因为不知道前面是什么，也不知道后面是什么，突然这两句往这一放。确实让我们有点，就是把木棍变成绳子一样嘛。木棍是不可能变成绳子，因为它的性，哎，木棍这种性决定了它不可能成为绳子。但是人是可以的，人这个哎是有柔性在里边的，但是也有僵硬的这种后天那种着力在里边。哎，我们是要把这个后天那种着力。把它化掉，最终形成我们先天这种柔气、柔性在里面，韧性啊。哎，这下智力把这句话就说全了，全身意在精神。好，我们再看何智力这个说法啊，全身意在精神，不在气，哎，在气则智。哎，对了，你光想着这个体会其气的时候，就不灵活了，哎。就不灵活了，所以这个有气者无力哦，那这个力是好的了。现在这个力是，所以你要是在气的时候，光在气的时候就停滞了，这个劲道就出不来了，就没有劲道了，对不对？哎，就没有劲道了。气若车轮，腰如车轴。气若车轮，腰如，等于是腰一转，轮再转。哦，这是禅思的描述了，以丹田为核心，哎，运化周身，往这个丹田腰身的转动带动了这个躯干和肢体的运动，哎，所以呢，这个禅思运动也叫禅思劲儿、禅思筋，哎，意念从丹田起，通后背，这样一节节上来，肩肘手一直走，哎，这应该是陈新书上的。从这些话里面一看啊，讲的是禅思劲。好了，我看看啊，现在我们到多少了？